当年青涩的我们，你还记得吗？流光飞逝，转眼之间，当回忆捎来思念，又有谁能伴随你四年？哎，佩恩，我们刚刚拍完，等一下要不要一起吃饭？嗯，没关系，你们去吃就好。你还要等他一起拍啊？嗯，想说都这么久没见了，那要不要我陪你一起等？没关系。好啦，那我先走咯，拜拜。拜拜。逐渐了解，人生就是不断相遇与道别，但最遗憾的莫过于没能好好说再见。那你过得好吗？